你哋有冇睇最近呢个我爱他的 MV 啊？有。啊，你有咩意见咁啊？话意见啊，有少少假假地喎。即系边一方面咧？你觉得假？我睇到系咪讲真噶？唔怕，照直讲啊！我哋唔会播出去噶。就是你攞住两包嘢跌落地下嗰时咯。哦，揞住个嘴睇唔到佢嘅表情。哦，你系咪同其他 fans 一样，觉得佢跌咗嗰包嘢系因为应该系跌晒啲薯片啊、朱古力出嚟嘅，唔系啲肉菜。其实我都唔知。你呢种笑容有意思，唔该晒你啊，多谢你嘅访问。啊，唔好意思啊，呢位先生，我阻你少少时间。你有冇睇过最近而家 Justin 拍嗰部 MV 啊？冇啊，凤哥。你俾啲意见啦。俾啲意见吓。好好。好好啊。你仲有啲咩想讲啊？你对于佢哋嘅演技点睇啊？对于佢哋嘅演技，我觉得好 Q 啊。你只话个女主角好 Q 啦。你咁笑系咩意思？系啦。多謝你寶貴意見 ，OK， 唔該曬你啊！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唔係阻你好多時間啫，我淨係想做下訪問。你有冇睇下最近最 hit 嗰個《我愛他的 MV》啊？啊，有啊，有啊！啊，你有咩嘢意見咁啊？意見啊，唔錯啦，其實你做到不過如果可以嘅話，希望有啲新嘅創意啲啦。譬如話，你揸住嗰兩包藥材啊，可以改為玻璃樽嘅嘛？哦，多謝你寶貴意見。咁除咗啲材料問題之外，你對於男女主角有咩意見咁啊？男女主角啊，其實冇咩嘅，係只不過我覺得尤其是個男主角忽然之間同嗰個女主角講：阿平，對唔住。对唔住，对唔住，系你都好中意呢一段咧。对唔住，忽然之间真系整到我好好笑，而唔系好感动。感动都会有嘅，当佢喊嘅时候，但系啲眼水有啲唔自然咯，好似俾人倒水落啲皮嗰度。其实唔系噶，系真眼泪嚟噶。系咩？哦 ，OK OK， 其实唔错嘅，唔错嘅呢个 MV， 其实嗰条歌我都几中意。咩事啊？哇，正式响啊！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啊，先生，先生，唔係阻你好多時間嘅啫。我想問下你，我想問下對於阿 Jocelyn 呢部新 MV 有咩睇法啊？好感動，好感動啊！啊，咁如果佢揾你做下一部嘅男主角同阿 Jocelyn 合作嘅話，你會唔會應承咁啊？唔會。啊，點解咧？因為好多人搶戀女合作嘅喎。我好忙。我好忙。你好忙，你真係唔會考慮下？唔會。一個咁正嘅女仔，好少有機會可以合作到㗎。就係太正咗，我唔襯。唔襯啊！哎呀，唔該曬你啊，同觀眾講翻幾句説話。拜拜。小姐，小姐，唔好意思啊，唔好意思，我想問你，你有冇睇過最近最 hit 嗰個阿 Rosie MV 啊？啊，第二部 MV， 俾下意見啦，小姐，小姐俾下意見，小姐。Good。嚇？你對於佢哋嘅演技點啊？非常好。非常敬佩。咁你睇咗個 MV 之後，你有咩感覺啊？得一個笑。笑，好笑啊！唔該曬啊 ，Sammy，Sammy， Sammy， 訪問下，佢究竟係咪同 Mr. X X 講緊電話咧？是不是鬧葛亮啊？哎，笑得咁開心嘅。你係咩雜誌啊？士多啤梨雜誌，我想問下你對於Rosie 嘅導演想簽你做下一部戲有咩睇法啦？聽聞你次次你都拒絕喎。我好忙㗎，我手頭上就好多工作。我諗遲啲啦，未必。但係聽講佢出好高價喎。錢對我嚟講唔係最重要的。為興趣下。興趣咯。啊，明白明白明白，你真係對拍戲好有熱誠啊！我哋好尊重你嘅。你同啲觀眾講幾句説話。
講咩啊？講支持正版都好啊。支持正版。支持下正版啦。啊 ，OK， 唔該曬，唔該曬嚇。啊，多謝多謝。